我们今天要玩那个恐怖游戏，恐怖游戏叫 Homesick。我们今天要玩那个 Homesick， 它是一个算是同人的作品，是一个恐怖游戏。但是我也不知道有多恐怖，但是听说好像会被吓到，所以我不晓得到底会不会被吓到。直接开始游戏，希望用我的破英文来翻译一下。而且我怕声音会不会，我怕背景音乐太大声，跟我讲一下。他说，我的弟弟和他的妻子跟他的有反正就住在一个地方，就对了。然后，哦，他们在那个房子消失了，但是警察没有找到他们。然后，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的。The house was everyone's alone.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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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看不懂。哎，我刚刚还没有看完呢。他说有人在家吗 ？Hello， 电灯不能开，电灯不能作业。I think the power is out。他说反正就是没有电了，没有电。嗯，他说。哦，他说我有带手电筒来 ，I'll just turn it on until I can。他说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 ，What the hell happened in here？ 他说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而且我的手电筒也太可怕了吧！哇，这个有点……哦，听说这款游戏里面有那个杀人魔，所以我们要就是在房子里面找了他们的，而且我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，不然我会被抓到。然后要看东西的话，就是要按那个按久一点，滑鼠鼠就按久一点。他说这边不能打开 ，open， hold 住，打开了，打开可是没东西，好，没东西那就走吧。这有个门，进去看看。这个没有支持，那个这个没有支持 VR 呢。哦，好可怕哦！这个视野太小了吧？这是那个医药柜，在厕所的医药柜，看我会把它打开。没有东西耶。这是什么？哎，那马桶好大！我屁股这么大吗？死掉了！这样干嘛啦？你看我干嘛？我要重玩欸。哦，我重玩。你干嘛呢？玩不到五分钟吧？没差。哎，你出来的时间也太刚好吧？你怎么会刚好跳到那个时间？我在看啊，我在后面等很久。哇，很恐怖欸。看，我要重新开始了。秒死！我要走，我要走，我要走了。他说这个是电视机。走走走走走，我可以跑步。我刚刚怎么没有发现可以跑步？哦，这应该是上去哦，这是二楼。然后看一下。看不懂，反正应该是打开就知道了嘛。没东西耶，这里可以打开吗？哎，这里好像有东西啊，这是没东西，怎么一直没东西呀？也没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先把一楼逛完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这是我踩在木板上的声音啊！吓死人了！哎，有东西，有东西。什么？什么 ？I need to find something to play。哦，他说锁住了，我需要找到东西把它打开。
怎么都没有东西啊？那我到底要搜寻什么？也没东西，怎么到处没东西？去二楼好了。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，能不能躲起来，能不能躲起来，没有地方可以躲啊啊，快点啊，这锁住了啊啊啊啊，拉克拉克哦，哎，没有地方可以躲，我要怎么办，太快了啦，这是怎么玩？好难玩哦！我要重新开始了。它的东西是不是那个摆设都会不太一样？我把它，我看了。哦，真的不一样哎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啊？是不是要把那个撬开？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哎哎哎！哦哦哦！打开，打开了。里面没东西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地牢哦。哎，进去，哎，打开，可是我不能进去，为什么？哎，对啊，打开不能进去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躲进去？有键吗？上去 ，Enter， 空白键，进去，不能进去。安安哦、啊，哦，怎么又是你？你好烦哦、啊！哦哦，哎、欸，屁啦！他怎么可以从我背后出现？嗯，我要怎么躲起来啊？啊！又是你的啊！快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啊！快走，快走，拜托你，快走！哎、欸，我怎么出来了？才刚玩没多久就一直卡关，这鬼太烦了啦！他一直绕来绕去，我是要怎么玩？铁枪好像音符，对啊。啊啊啊！又是你，你这个臭霸气啊 ！Remember him, tell me, telling me there was another is a dark here, just in case this must be it.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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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， 卡住了啦，我出不去了，我死定了，我要死了。Oh no, my god！ 而且为什么我一直下来就一直死？拿到了铁枪，可是我拿到了什么用？拿到了又打不开那个门。
灯跑是不是？关灯跑，跟我们盲跑。不行啊！哎，可以关灯跑，耶！你找不到我在哪了？哎呀，躲过他了，终于躲过他了！去楼下好了。他不能往下走，只能往上走欸。那我到底要找什么？啊！抽啥？哎，你真的是变态耶你！没事了吧？啊，走吧走吧。哎，他刚出现在我那个拉那个桌子底下的那个布帘呢，神经病哦！躲在那里干嘛？目标就是想办法逃出去，那干嘛还要进来啊？直接出在这里，吓死了！安安哦，哦，325 is a few numbers scribbled on a piece of paper。我不喜欢恐怖游戏，只是我觉得这款还蛮有趣的，所以我就想出来玩看看。没有东西。啊 ！No！ 啊 ！Kill you！ 好可怕、哦！为什么要躲在那里啊？我觉得那地方都不是让我躲的，都是让鬼躲的地方吧。啊！哇，下去了！啊啊啊！No！ Number number。没事没事，啊，这什么啊？钥匙，哎，这太卑鄙！我觉得这种大地方都是给鬼给杀人魔躲的地方，根本就不是给我躲的地方啊。安安哦，
我们拿那么多东西，希望我可以逃出去。哎，解锁嘞！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死了？I don't recall this person. Then again, he's missing his face. 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但是他的脸不见了。Ted, I bet he was trying to be a hero and got cut up by blah blah blah.我觉得我人生失去方向了。哦，哎，真的？是什么 ？Is a few number？ 哦，他说他找到新的那个了，新的那个。啊，他是 ，she's been， 哦，他找到亲人了。而且我找到了新的钥匙，新的密码。没什么事，你先过来一下吧。哈哈，还是，欸，他没有说要面谈了耶。我来。